生小孩，对不对？轮到我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有，觉得哇，生命就是个奇迹。哎，人家说一孕傻三年嘛。Selina 真的有说到她想要做的那个优雅生产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会保持一个优雅的访问，不轻易暴走。谢谢。先让我想看，对不起，我优雅，优雅，优雅。生小孩，对不对？轮到我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有。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。我有陪 Selina 生产。哦，我以为我没有去生，你想说你以为我刚生完呢？金宝已经六岁了，大哥，而且我不打算生第二胎。我就是真的去陪 Selina 生小孩，而且这一切真的就是那么刚好的缘分，世界上就是有遇到。然后我也是这样亲眼见证，觉得。哇，生命的奇迹！而且其实我在看 Selina 这样子努力的过程，真的非常感动。因为你有多了解她，你就会知道她的那份努力是多么的不容易。然后看着她的人生经历过这一切，真的觉得哇，生命就是个奇迹。但是我觉得 Selina 真的有说到她想要做的那个优雅生产的那一部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会保持一个优雅的访问，不轻易暴走。谢谢。哎，人家说一孕傻三年嘛。他这种状况我能理解啊，毕竟我也是到第六年以后才开始清醒。然后，可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开口说，我们当初也没有特别的问，然后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选择什么样子的方式。那既然就是刚好那天聊到，然后他自以为他腰了嘛，结果没想到他根本就是忘了。哦，还好。妈妈包。对啊，妈妈包。妈妈包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我那天还真的在家里翻了一些，就是可不可以用。先让我想看，对不起，优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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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那天特地翻了家里，看看有什么东西未来他可以用得到的，好比像金宝的照片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包包，那是曾经 Selina 亲手为我缝制的。然后那个包包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小分格，然后呢，我就说，哎，老婆，这个包你要不要先拿去用？他说有，我那时候做了三个。哟，记性还蛮好的，比我还好，因为我已经忘了他做几个。